消防员搭货，话才刚讲到一半，一楼陷入火海，加上没有及时断电，电线不断短路，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。起火的是一栋砖造住宅，二楼搭建铁皮，里头隔成出租套房。两名租客睡梦中惊醒，赶快从一楼逃生。我被呛醒，呛醒了。对，有看到当状况是怎么样吗？没有，完全都是黑暗。有买东西时候在吗？哇，买东西！天哪，住几夜三夫吗？火势猛烈，延烧到后方中正路的美容院，二楼住着三名年轻女子，抱着五只贵宾狗在阳台等待救援。消防车靠近建筑物，把人带回平地。一点点烟而已，是到后面才黑烟，就慢慢冲往前面冲。我们原本就在前面了。啊，所以找不到路下来了。对，就只能爬出来。那现场两名承租民众均已脱困。火警发生在苗栗头份市义民庙后方一栋2层楼铁皮屋，火势闷烧，加上巷弄狭窄，救火不易，很快就波及其他住宅，幸好没人受伤。除了起火原因还要再厘清之外，加上铁皮屋内部都是套房隔间，燃烧面积、财务损失都还要再统计。记者彭俊雄、李云杰，苗栗报道。旺旺水神，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，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，哪里买呢？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。好，同时呢，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，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，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 588，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。